这里是浮向旧人，我是小郑。金银花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是一味呢清热去火的中草药，平时我们在家里啊可以拿来泡水喝，非常的实用。所以呢，小郑啊今天决定在自己家里种上几棵，那和大家分享一下刚刚网购到货的这个金银花，我们要怎么栽种。这个呢是小郑啊刚刚入手的五颗金银花，都是不同的品种，是四年苗。那金银花呢，一般除了我国特别寒冷的地方啊，都是适合栽种的。那我收到的这个金银花是卖家呢已经修剪过发货的，所以呢直接拿来栽种啊就可以了。金银花呢，它对土壤的要求啊并不高，我用的呢是自己配置的营养土啊，疏松透气就可以了。再啊就是花盆的选择，因为金银花的生长速度啊还是很快的，所以呢我就给它选择了一个两加仑的花盆。如果没有加仑盆呢，选择直径在25厘米左右的花盆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呢在这个花盆底部啊先垫个渗水层，我用的呢是这个陶土料。然后呢我们啊就可以直接往花盆里面填土了。填到一定的高度呢，往里面添加一点底肥，底肥呢会有利于它春天的第一波生长。底肥啊我用的是这个通用型的缓释肥，一般呢这个两加仑的盆加个两勺左右啊就差不多了。给它搅拌均匀好了之后呢，继续啊往里面填土，差不多对比一下高度啊差不多了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啊往里面填土。填好之后啊稍稍提一下这个树干，然后呢轻轻拍打花盆边缘，这样呢有利于根系啊和土壤更好的接触，稍微按压一下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啊直接给它浇透水，然后呢我们把剩下的这几颗啊也通通都给它们栽好。种好之后呢，把这些金银花给它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个一周左右，就可以移到一个光照充足的地方呢正常养护了。那等到今年的5、6月份啊左右呢，它就会开花了。那关于这些金银花的后续啊